OK， 给你看完。OK， 我特地把两个荧幕打开，我没有作弊哦，我线真的都有接，我还接了电脑，所以我们现在下面是整个是空的，超瞎哎、欸，这真的是完全没有线，超赞啊！我们旁边这里还是有滑鼠跟那个控制盘，然后耳机扩大机跟键盘的线啊，就没有办法，就是它是有限的，所以我还是要接几条线出来。但是我们下面整个清空真的是颇猛的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键盘哦，跟我们的耳机跟我们的控制盒接上来，看看最终长怎么样子。